来，我们来看看台风在哪里啊？它现在是在电板的东南方向，大概80公里的地方，每个小时30公里来算，大概2个小时就会登陆从电板一直到湛江这一带附近的沿海地区啊。但是详细地点没有一定了。但是啊，这里已经狂风暴雨啊，高达12级，风速每秒33米的速度向西北前进的，所以它很快就会登陆电板地区啊。但是登陆之后，它就会慢慢转向比较靠近西边啊，所以它会慢慢减弱啊。因此啊，这个台风系统它的一生就要慢慢结束了。但是它所引进的西南气流还是非常的旺盛啊，整个云系从香港一直到这边，甚至到台湾都会受到它影响，因此这个台风系统还是相当大，各地都有这里到大大暴雨的几率啊，所以马来西亚加强防范了。风浪上面也是很大，6级、7级啊，甚至它在暴风圈中心点达到12到13级。到底马鞍台风会在哪里登陆呢？各位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投票一下吧。一是电板，二是湛江，三都不是，你认为是哪一个呢？请来评论区投票一下吧，拜，等你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